我諗呢條咧就係要 make why 做 subject 啦。咁做法係點咧？咁首先咧，第一步咧就係要你抄題目先啦。n 等於 y over 二 y 加一加二。然之後啦，我哋就有兩個處理方法嘅。第一個處理方法咧就係將呢個正二咧搬去左邊變負二。嗱點解咧？因為咧你就可以預計到下一步咧，你就會將個二 y 加一咧掉去左邊做乘數咯。咁第二個做法咧就係通分母。咁通分母我就唔會太建議嘅，因為都算係麻煩嘅。但如果你係有信心通分母做得啱嘅，咁都可以嚇。咁下一步啦，就係你將個二 y 加一咧掉過去隔離乘 n 減二。嗱，大留意啦，你乘過去之前咧記得補翻括號，因為啦呢個分母係成個二 y 加一乘曬俾成個左手邊嘅 n 減二嘅，所以啦一定要有括號，就俾 n 減二 bracket。乘 2y 加1 bracket 等於 y， 嗱咁係未做完嘅。雖然你見到呢度有個 y， 但係啦，喺左手邊咧仍然有 y 嘅，未做完㗎嚇。咁所以咧，你就要將佢拆括號，變做 2ny 加 n 減 4y 減2，右邊咧就係 y。好啦，然後啦，我哋就會將 y 咧就盡量擺左手邊啦。咁你話擺左手邊定右手邊咧，其實都可以要睇下嗰啲 y 嘅 coefficient 係正定負嘅。嗱，呢度有個正 2ny。咁我唔知 n 係正定負噶嘛，但係佢前面個 sign 係 positive 先啦。咁我哋就盡量就係將 y 就 keep 到擺翻左邊都冇問題。因此啦，我哋就將呢個正一 y 向右邊咧就搬去左邊，所以變咗二 ny 減五個 y 啦。留心負四 y 減多一個 y 就負五 y 啦。右邊咧就將啲冇 n 嘅 term 咧就撥曬過去右手邊，就變咗正二減 n 啦。然後左邊抽 common factor y， 就變咗 y bracket 二 n 減五，右邊咧就二減 n， 最尾啦就將成個二 n 減咧掉去隔離個分母啦，就變咗二減 n over 二 n 減五。嗱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做法。第二個做法係點咧？就係頭先所講啦，嘗試通分母啦。當然呢度就可以咁樣做嘅。如果選擇通分母嘅同學，就係、是左邊 n 啦，右邊就係 y over 2y 加一。嗱，如果你通分母嘅話咧，呢度就變咗係加二 bracket 再乘 2y 加一噶啦。咁因為咧，你要係做個擴分啦，分母同分子都同時乘大 2y 加一咁多倍。咁所以啦，後面呢個 term 咧由正二就變咗係乘翻 bracket 2y 加一，然後畫條長啲嘅分數線 over 2y 加一啦。又係啦，你要將呢個分母2y 加1掉去等式的左邊乘的話呢，記得括實它，所以下一步就叫 n bracket 2y 加1等於右邊 y 加 4y 加2了。因為這裡2乘 2y 是 4y， 記住2要乘埋比個1的就出到2，然後拆括好了， 2ny 加 n 等於 5y 加2，又是將有 y 的撥在左邊，沒有 y 的撥在右邊。當然你要留意 y 係個 coefficient 正定負啦，而呢條 2ny 我唔知 n 係正定負啫，但前面佢係正好嚟嘅，咁所以我哋 keep 喺左邊係冇問題嘅。因此咧 2ny 減 5y， 將全部有 y 嘅擺曬左邊，等於右邊啦，冇 y 嘅就擺曬右邊，就變咗二減 n 啦。跟住就同頭先嘅方法一樣啦，照樣係抽翻個 common factor 啦，就變咗 y bracket。2n 減5等於2減 n， 最尾啦就將呢個嘅 2n 減5咧由乘咧直接掉去隔離嘅分母變咗除，變咗咁噶啦。嗱，去到最尾嚟唔加括號都得嘅，就咁寫 2n 減5都可以。咁分子咧仍然就係成個2減 n 啦。你見到啦，兩個方法得出嚟答案咧都係一樣嘅。咁用邊個咧就睇你自己啦。